我们现在在恩施啊，中午饭我们就吃这个，这挺好吃的，油炸土豆，啊，这个配料好吃啊，看这个，配料好吃，这个叫凉面。我们一会儿再吃这个，然后看看。这个好吃。哎呀，尝尝这凉面啊。如果行的话，一会儿我们打包，再打包一份带走，看这样。嗯，有点甜是吧？